四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是哪一堂？应该是有一次那个上美国文学的时候，那个新浩教授就我讲个笑话给他听，然后他就笑了还蛮久的。你有讲笑话？对啊，你忘记了？就是那个电脑的妈妈是谁啊？啊，是谁？电脑荧幕。哈哈哈哈哈 ，sorry joke。你最想要对哪一个老师说什么话？我最想要对 Paul 老师说话。我最喜欢 Paul 了，特别谢谢 Paul 教授，就是之前让我去参加那个台北校园美感什么环境改造计划那个，就是给我机会参加那个，然后学到超多的这样。然后就是谢谢教授，就是一定会很想念你的。大学里面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堂课？当然是赵老师的课，每一堂只要你有点到我的，我都超级印象深刻。而且我每一堂都会把你的笑话记在课本。很认真耶。你看，你上礼拜说的冲底我有写下来。Hi Martin, thank you so much for everything.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chance to work in the office and thank you for letting me be your assistant.I'm so lucky and honored to be your student. Thank you. You 大学四年来最印象深刻的课是哪一堂？报的辩论课。为什么？因为他给了我最佳辩词，让我印象很深刻。好，100年。那郑翔呢？嗨，我印象最深刻的课是。我们以前没有上过一堂完全由外师上的课，但是因为那个阿明教授教的很透彻，就是因为大家都特别专注。那威廉呢？我觉得是英语辩论，因为那个在准备的时候压力真的很大，前一天都是不好，真的，可是真的获益良多，对，真的学到很多。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讨论。今天是年轻人的黑洞，想在这边谢谢各位年轻人教授提供了这样的环境，让我们不管是在课业上或者是各行各业上都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学习以及成长。谢谢每个教授能够透过他们各自不同的专业领域，给我们带来更大的视野去看这世界上的环境，能够给我们这样。帮助，谢谢这次的邀请。最深刻的课是大三的笔译课，然后 Paul 带我们去普里玩校外教学，然后我们有做那个蜂蜜蛋糕，还有对，去鲤还有去鲤鱼潭，嗯，对，真的很好玩。这四年谢谢所有老师教授对我们的指导 ，Thank you Professor Martin， 谢谢莎莎老师，还有谢谢 Paul 在口译笔译课都会告诉我们很多人生大道理，然后我们还要谢谢。温柔美丽的系主任 Amber， 然后就是在对我们举办各种活动的时候都对我们非常支持，嗯，然后最后还要谢谢帮我们处理系上各种大小事的 Hannah 姐，谢谢所有老师让我们顺利毕业。Hello，
最深刻的一堂课的话是 Paul 的辩论课，因为那堂真的是非常的刺激，然后我觉得也是英文进步最快的时候。然后对我来说，其实是 Paul 的商务沟通。哎，是商务沟通吗？就是商务简报，因为也是上台讲，然后要 promote 自己的商品，然后我觉得那一堂 Paul 给我非常多的建议，然后我们一个一个上去都要给他表，我觉得真的受益良多。然后想对教授们讲的话，我觉得就是虽然很大一、大二、大三、大四每年就是修的课不太一样，然后认识的老师也不太一样，然后就是会觉得说可能大一、大二跟这老师很熟，然后大三之后就没有，大四就也没有他的课，就有点小可惜。然后平常也没什么机会接触到，可是就真的对我来讲，每一堂课都是意义很深重。对，就谢谢老师的指导。我也跟贝阿一样，他其实都把我话讲完，但是我还是要特别感谢希浩，因为他带了我们从大二到大四的所有必修课，然后也看着他年龄的随着时间的增长，然后就是希望你可以永葆健康。然后我大学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是 Paul 的笔译课，因为我们那堂课是老师带我们去南投洋葱厂，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可以这么开心和全班同学一起出游，然后除了带我们出去玩之外，老师在平常上课的时候也教了很多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所以很谢谢后的指导。然后我也很感谢就是其他教授们，也是四年来就是每一堂课堂里面都是很用心的在教导我们一切，然后所以谢谢教授。嗨，我是 Gabby， 然后我要谢谢所有教授大学四年来对我们的照顾还有教导。那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Paul 的课，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上他的课，然后一次就是要翻译中文还有英文，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也学到很多，也更有自信讲出英文。谢谢，然后也希望你们未来可以更顺利。谢谢，感谢这位教授在这四年内对全体思想的教育以及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好，其实我对每一位教授的沟通会是很深刻的，我蛮喜欢这里赵希浩老师的文学课，然后也很喜欢 Paul 的口译课，因为虽然这些老师都用很严格以自己的标准在教导我们，但是也让我在从中学到很多新的我所不知道的自己，这样谢谢教授让我这四年内有所成长，感谢你们，谢谢教授。然后也很感谢，就是这个教授们，就是在课堂中，其
西洋教某些事情。然后虽然我只有修 Andrew 的家族英语的课程，可是你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学到。然后之后实习要在马来文基督教主教，然后莎莎教授也是在我一开始入学的时候，就是给予我很多入学的一些帮忙。那在教授之中，我也想要特别感谢三位教授。那第一位是 Andrew 教授，就是之前我在申请公费生的时候，就是给了我很多的教学上的建议。那就是每次在回信给我的时候，也都是就是很认真回，然后让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天使教授。那第二位想要感谢的是宝宝教授，就是我也是您的员工，那就是希望可以之后在半年实习当中，就是在提供就是多多给我一些建议。我想要先谢谢莎莎教授，就是之前帮我在研究所的部分就是写推荐信，然后还有一些申请方面也给我一些意见。然后第二个想要感谢之后就是之前不管是课堂上的一些帮助。还有就是之前想去美国交换的一些事情给我的一些意见，然后有促进我在大学这四年有了不一样的想法。特别感谢就是新浩的文学课，也是非常的非常值得一个非常痛快的文学课。谢谢教授。那时候上笔译课的时候觉得压力很大，每次上课前都要背很多单字，但是真的在这堂课学到很多实际翻译的技巧，觉得很充实。谢谢 Paul， 然后也谢谢每个教授这四年的教导，谢谢你们。好，我是 Yuki， 我觉得这四年我印象深刻的课太多了，然后我特别记忆深刻是佩老师的那个英语语言听讲吧，然后我上到下课马上哭出来，然后立刻还有其他同学那边在安慰我哦，因为老师真的太高标准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口才应该进步蛮多的。谢谢月明老师还有其他老师四年的教导，谢谢。谢谢所有的教授在这大学四年来中对我们所有的照顾跟支持，然后还有所有的教导，那我们在所有的课程中，我真的都觉得获益很多。大一到现在就学到很多，谢谢所有的教授。四年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就是三年级的时候后的辩论课，因为我记得那时候第一堂课去就要辩论，然后那时候就是学长姐专业课。莎莎就很勇敢的像妈妈一样出去保护我们，然后她就跟外面的那个人说你打扰到我上课了，然后我们就觉得莎莎好勇敢，然后就是很像妈妈一样。那感谢教授谢谢美玲，就是虽然老师教授很忙，可是他就是都会默默关心我们班的活动，然后像公演的时候也买了食物给我们，然后就觉得很谢谢老师。然后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要毕业嘛，然后所以有一些求职的讯息美玲都会就是请 Jessica 学姐转知给我们，所以就非常谢谢美玲，就是美玲教授一直默默的关心着我们，然后就给予我们支持。然后另外我也想要特别谢谢那个莎莎，因为觉得莎莎就很像妈妈，每次就是看到我的时候都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就觉得好温暖哦。然后也谢谢远在天边的那个月女。月女。对，因为就是月女在之前也很照顾我们，所以就很谢谢月女，谢谢。
这大学四年来里呢，最印象深刻的课是口译课，因为每节课几乎都会有小考，那然后就是还会有即席翻译，所以就是非常的紧张。但是经由赖教授的指导之后，就觉得自己也比较进步，然后也比较不会那么紧张了。那我大学四年来呢，最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大二的时候的西洋文学概论，然后因为是我们第一次接触文学课，然后看到课本的时候就觉得怎么跟字典一样厚重，然后就觉得有点可怕。但是因为新浩教授生动的讲解，然后在课堂中常常会结合我们生活中的时事，然后也会播放歌曲还有影片，所以就让整堂课就非常的有趣。那谢谢教授们这四年来一直以来就是给我们的照顾还有教导，就是不管在课业上或者是办活动的时候，都给我们满满的支持还有鼓励。谢谢教授们，辛苦了。Hello， 教授们好。然后很谢谢教授四年来的教导跟指导，然后我们在这四年过得很充实，很开心。然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课是 Amber 的英语教材教法，因为在那堂课里面改了很多次的教案，然后也跟 Amber 有很多次的讨论，最后学到很多的东西，然后非常谢谢教授，也谢谢其他教授在四年来的教导，谢谢你们。Professor Liao的大一英文，那因为是从高中从来没有，就是一整节课都在讲英文，所以那一堂课之后，我就开始正式的觉知到啊，我真的进入了英语系。说到正向回馈，我会想到 Paul， 就尤其是在他的笔译课，常常会讲一些人生的道理，对，尤其是之前听到对于人生未来的目标，可能会有一阵子会迷茫，但是不要放弃，对，尤其是不要放弃，未来一定会找到自己理想的道路。这是 Paul 带给我的勇气，对，特别强。对，虽然这样说，就是你把文学课变得很有趣，然后不想睡觉。对，还有人在美国的岳林老师，虽然我知道你可能不会看到这部影片，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在我大学生涯里教会我许多，因为担任你的攻读生，所以有机会跟你相处。那最后 Thank you all the professors and class of 107